床榻，你嘴巴傻，嘴巴母老虎。嗯？阿妈就是只母老虎。哪里？哪里呢？啊？俺嘴巴呀。嗯？为啥？疫情期间，俺嘴巴呀。啊？哎呦我的妈！爸爸，如果俺考100分，你会咋样？那我肯定会高兴死的。爸爸放心吧，俺肯定不会让你死的。小雅，俺喜欢你，俺也喜欢你。老师，小慧能干坏事。啥坏事？他谈恋爱了。这么小还得了？喝水，和俺女朋友小雅。哪里？骂错了，不该早恋。你应该从错误中吸取教训呀。俺知道了，知道还总犯错，那也是为了吸取更多教训呀。哎呦我的妈！我知道错了，妈妈，你在吃啥？妈妈在吃屎。嗯？怎么看着像蛋糕呀？这是大象拉的，看着像蛋糕，好吃吗？没有蛋糕好吃。我闻闻，我也想吃这种臭的。不新鲜，你不能吃。妈妈，为啥你可以吃，我就不可以？好吃的，妈妈都会留给你。这种不新鲜的，就妈妈吃。妈妈，我也想吃这种屎。哎呦我的妈！彤彤，你能诚实点吗？俺那不诚实了。那我问你，这次你考了多少分？100分。今天老师打电话了，你到底考了多少？就是100分。你诚实了吗？诚实了。要诚无实，俺就考500分了。我这么聪明，咋就生了你这头笨猪？你问问爷爷。我小时候每次都考100分，每次都是第一名，不考100分我都不好意思吃饭。你把手机给我。咋的，你要问爷爷呀？俺要报警，这有头猪在吹牛。哎呦我的妈！